第一关有点难，我们第一关先回去好了。不出一老婆车，他说哎，老婆车先回去。可以选几个吗？没有选一个，什么选一个？这个吗？不是那个，有没有提示啊？这个有点像提示，这应该是玉芬的吧？不是，你亲过他、哦？你怎么肯定的？不要让人家知道。他们在打什么呢？他的嘴巴蛮小的。嗯。怎么这么多歌啊？好。还有谁有空来？有空来。有空来。那你猜错谁的要跟谁亲一下？我可以看一下这些差多少吗？不行。那这个吧。错。我觉得不是。错。你觉得不是？那你觉得是哪一个？给你一次机会。我们这里面是真的有你老婆的，真的。啊，这。